欢迎回来 GL 的 UC 频道。我是 GL， 这一次要带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 CU。 切，我还没有做完介绍，切，快，不急，喂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GL 的游戏频道，我是 GL。 这个游戏好难啊，我还没有做完介绍。这一次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很久以前就有的游戏啦，就是不要停，我还没有做完自我介绍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因为实在太久没有玩什么游戏了，所以只好借助你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啦。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久没有玩游戏了，所以只好来了这个就挑战这个旧的游戏，啊，很期待，让我去。所以这个游戏是一个旧的游戏啦，所以因为太久没有玩了，所以就找了自己一个游戏来玩啊。你说什么？这样的直播好难受，所以就看看这个游戏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是不需要太大的容量了，所以我的电脑这个旧的电脑可以持续性的就可以玩一下了，结果还是，那么就现在这里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，我是这样。我是 GL， 今年是16岁。那我现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呢，是一名主播，游戏的主播，而且又是。也是一位画，我也是一位画家啦。有些人知道的时候，我也是有把我 Pixie 的画放在下面啦，所以。就是看着我直播的都会知道，会发现我的那一个 Life Duty 的皮是我画的啊，所以没有错。还有就是我，现在目前每一次会去直播的时间就在晚上九点半了，所以有空的话就过来看啊。不过因为现在情况特殊，我的电脑已经有点坏了。需要等到差不多下个星期或者是后个星期，我的电脑就可以修好了啦。不行啊，我发现
我的邻居很想要过来敲我的门了，我们不能用太大的那一碗这个游戏。还有，我也开设了几个社交的平台，比如说念书之类的专业啦，所以我已经把那个link放在下面了啦，所以大家请不要去，请一定要去关注啊！我上线啦，我两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